美国弗雷斯特研究公司估计2014年美国在线销售额将达到2487亿美元。今天的我们在购物网站上点点点看看买买买，东西好像怎么也买不完。下面来看一看今天我们用钱能买到些什么。一父母康涅狄克州51岁的 Michael Machado 2009年的时候在 Craigslist 网上发布了一则消息，说要把他年迈的老父老母卖掉，售价为155美元。二口香糖，2004年的时候，小甜甜布莱尼嚼过的口香糖竞价达到1.4万美元，这位流行明星没吃完的三明治卖价也超过了500美元。三肾结石，星际迷航的演员 William Shatner 把自己的肾结石挂到网上拍卖，结果卖出了2万美元。他这么做的目的只是想看看自己身上的东西值多少钱，最后他把这笔钱捐给了慈善机构。四，看不见的朋友，这个想象出来的家伙叫某男子在 eBay 上以3000美元的价格出售这个看不见的朋友。我的这位看不见的朋友名叫 Tom Malik Pittman， 对我来说他太老了，我们没办法继续在一起。我今年27岁了，已经过了和他一起玩的年纪了。他人很友善，除了他本人，我还会告诉你他喜欢什么，不喜欢什么，最喜欢做什么，以及一副他的肖像。五，灵魂 Demonical com 这个网站应该是我见过最阴森的网站，在上面您可以出售自己的灵魂，也可以买卡斯特罗和伍迪·艾伦的灵魂，两人灵魂的售价都为950美元，比尔·盖茨的灵魂卖1300美元。六，玉米片，不是论包卖，也不是按斤称，只是一片玉米片，来自弗吉尼亚州的两姐妹的 eBay 上以1350美元出售这个玉米片。之所以卖这么贵，只是因为这东西的形状很像伊利诺伊州七肉石，这块肉石标价125.5万美元。商品名说这是一块天然形成的烤肉。克巴独角兽肉罐头做到这个地步，互联网你疯了吗？ Amazon 上这个商品的卖家为了防止某些蠢蛋信以为真，还特意标注这不是真的。如果你留心看上面的广告栏，你还能看到龙肉罐头呢。